来来。安全带记得哦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心肝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昨天才来的新市民，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我叫小心肝。哦，小心肝，你好啊，你要谁哦？阿 C 哟，好了，到了。那慢慢走，我们往后跟面你走请。吗？对对对，我们往后面请。来，我们先挂号一下哦。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나는평평타이。啊，你会说鬼岛话吗？我叫金边泰。哦，好，金先生，我们后面请。我走路有点不方便，因为被院长用车子撞到肚子啊，所以。啊，阿松，你要小心医院的人哦，除了我以外，大家都是神经病哦。哎，来，我们这个床上请。你会躺吗？不太会。你上去，你想象，你上去之后，想象你呀，一下你画面，有个打字的画面，你打斜线 BED，DBD，AB 的 B，然后 E，然后猪，BE 猪，对。好诶。可以吗？要打斜线哦。好，我帮你开始帮你检查哦。啊，麻烦你了。你的右脚真的是有点小擦伤啦。啊，这应该就还 OK。那因为你的指甲有点分叉，我帮你修一下。那再帮麻你烦擦你了。点药跟消毒，这样一共1200。再加上挂号费，加200，1700。我可以晚些给你吗？我现在没有工作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先签着，反正就金先生嘛。因为我昨天刚来，身上只有500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然这笔我不收啦，因为我也是最近才来，我知道没有钱的痛苦。呜、哦，你没人关真系，好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也是最近才刚来这边上班的兽医，所以，兽医？对，我专门看畜生的。那我。感觉你真辛苦了。还可以啦，看人比看动物简单。那你就躺一下，等一下再慢慢走出去哦，不要用跑的哦。네，감사합니다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如果你要去哪里，我也可以载你去啦。好，好，那那就先这样我喽。先休息一下。如果等等你没有事情的话，我再找你。好，可以可以，你先睡一下哦。那谢谢。我塞点东西给你哦。哦，你人怎么这么好？可是我没有钱呢。谢。不多啦，因为我刚刚被一个人坑了3000块啦，不好意思是谁哦？啊。一个老头，他讲话口音有点四川腔啊，你要小心他啊。
是川蛾。对，他就是头发白白的阿公啊，你看到那种年纪大的要小心一点啊，有点失智的。好，好，我等下如果要去哪，我再带你去，现在刚好没有人。跟上思密达。对啊，他叫金变态。喂，我怎么自己起来了？哦，我可能不小心推你下床了，因为这个靠太近的话会把人家推下床。抱歉，抱歉。原来如此，我今天长知识了。谢谢，我正好肚子好饿啊。没事没事，医者父母心嘛，对你好一点。我就看我这样可以持续多久。哦，我无线电开一下。干啥子嘞？我早会知道嘞。院长，无线电。救完了院长，电还是忘了关。哎，这边有卖吃的喝的，你可以买一下啦。医院的商店还蛮划算的，跟外面一样的价格。听得到我声音吗？他不会还笑了吧？原来还笑了。我看我擦玻璃，擦着擦着就有人还笑了。金变态离线，没有，1分钟1个月是指坐牢啊，我们现实就是归现实，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子啦。所以你看哦，理论上被车撞到你好歹也要痛半个月吧？对啊，淡水玻璃仔，哎，你知道我淡水人哦？哇哦！一杆三，一杆三，哇哦！忠实观众说啥呢？哇，平常都没看你什么打字诶。真的吗？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在装作事，没有啦，自己找事情做啊。
服务业都是这样子啊。那你站在柜台啊，店长都付你薪水，一定要叫你做事，不能发呆啊，你就去擦擦柜台啊，做做清洁啊，整理排面啊，然后补补货啊，类似这种东西啊，不会叫你空发呆啊，因为发呆也是给你一样的钱，你人家都可以多做一些事情，为什么就只有你可以发呆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看透透？没有啦，有人杀平民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杀了他的话，诶，是不是大家都掉线啊？一堆人还笑诶，你看哦，在世上如果看到另外一个自己，就会死的传言，对不对？我怕刚刚那个病人，诶，他回来了，你还好吗？你刚被冲走了诶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刚刚擦玻璃擦到一半，你就突然不动了，啊？然后我用我的拳你头帮你试验看看，发现你不见了。所以，如果对方被外星人抓走，是可以用拳头试试看的吗？对啊，你要这样试试看，如果他会讲英文的话，你就扁下去就对了。我是活人呐、啊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我我，刚刚那个脑袋的有一个声音就突然回拳了。哦，我懂我懂，我也常常不小心就是左手不知道为什么就往前啊，右手不知道为什么往前挥了啊，就像这样子。对啊，那哎哎呦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个这个地方可以买吃的喝的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很掉了痛掉的了。呢哟，东西怎么都掉下来了哟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整理就好了。我等下整理就好了。辛苦你了，所以你也是这几天才刚来这里的吗？对啊，我今天算是第二天上班啦、啊。我帮你绑一下鞋带哈、啊，你的鞋子脏了，帮你绑一绑。不，我自己来，谢没谢有谢绑谢鞋谢带，谢绑谢鞋谢带谢，可以回血啊，绑鞋带可以回血啊。哦，长知识了。刚刚不小心右拳测试了一下啦，啊，鞋子脏了，帮你擦一擦，你看鞋就满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想问一个问题，请问怎么我看大家都可以蹲下，但我蹲不了，我是不是扁平足哦？你哪种蹲？就是一般的蹲下。你说这样子吗？还是像这样子？这样子怎么有的？你去哪里学到这个技能的？这个是你贴近一个，你想象一下，你眼前有个键盘，你按下 Q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啊，另外的东看上是西你的应该啊，是这个，你想象一下，你有 F3，有吧？对，就是这边，可以自己找。那一般的蹲下也是在这里找吗？对，这边你要自己找一下。然后，如果像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受伤吗？你可以选最下面的人物态度去找一个现在适合你的状况，比如你受重伤或是失恋啊、喝醉都可以去里面找。嗯，兽医治扁平足有没有厉害啊？可以吧？我还在领悟当中。阿金先生，你有想做什么职业吗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城镇有什么职业可以选择？我目前只做过裁缝跟医护啦。啊，听说这么巧？你也做医护是不是？想做医护是不是？
我现在是裁缝师。哦，裁缝很简单啊，我也觉得很简单。我就是因为撞到裁很多缝，动物，我才想说有点难过，我才想来当医护裁的。缝。那学长，裁缝要怎么买毛线？买毛线吗？来，你打开，你按 ESC，你眼前有个 ESC，按下去。哎，啊，这次室内，我们去室外聊。哎。哦，不行，人家用那种怪怪的腔调讲话，又跟着怪怪的。啊，因为这个只有你们裁缝才看得到的地点啊，你按 ESC 之后，哎，然后点一下地图会变更大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右上有衣服的符号，你去点它，有个是裁毛哎，线呐，有的是什么包衣服啊，还有卖衣服的地方，都会写在上面。可是那个毛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呢。好，我载你去，你可以免费领车子，来，上车。安全带要系哦。有，是的。在这里吧。这个城市还有免费提供车子的啊。我不知道啦，因为只做过裁缝，知道裁缝有工作车啦。哎。啊，刚刚那个就警察啦，因为早上应该只有他一个人，他蛮辛苦的啦。原来如此，啊，我刚刚也差点闯红灯啊！没事没事，我们没有闯。你看那个就是一个神经病的其他人，很危险，要小心哦。好的。早安，早安。这个地方我知道。你应该看得到这边有个圈圈，你下去对它点英文的 E。整个地方没有圈圈。啊，你有没有上班啊？你我要穿制没服有才，下班。你要穿制服哦，要穿制服才有哦。哦。所以毛线是在这里取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这边是你上班跟做衣服的地方，毛线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我知道了。因为我一直都在寻找毛线这个地方哟，但是结果我都找不到毛线啊哟。那你先去上班，我带你讲一次，你先上好。去上班打卡，就可以看到圈圈了。哎，哎，你去哪里？这边呐，这边呐。哦，对哦，我都忘记是这里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要把你带回去再检查一次，照 X 光喽。不。对啊，没病人真的要找事情做啊！不是，我已经很努力在找事情做了欸。我不想去采毒，如果我去采毒的话，我就下班了啊！我下班之后就又没医护啊，懂意思吗？
然后你那边应该就有黄色圈圈了。啊，我要去救人了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你要系。来吗？好啊，我去。好，那你看一下那边有圈圈，你按一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在谢我们谢地谢谢，面。感谢。哇，我来不及耶，院长怎么办？哦，有，就是你是我在这个地方认识的第一个人，我可以跟你要你的电话号码吗？院长，我没有按到单呢。啊，我收到了。好，那你去。哎，干啥子嘞？你会开手机吗？现在按手机会变哑巴哦，所以你要关掉手他机摔才车呗，看他摩托车倒在旁边，摔得整身都会血会啊，会狗日会，的！好我好会那，按手机好那，新增联络人，但不知道你的号码。好好那我讲哦。好，你先让我带他回医院治疗二二呗。八一五，我的，喂，有声音吗？我的电话是22815。22815。院长在听大麻声，那你再传简讯给我，我就可以收到了。哦，还有刚刚那个单好像我让院长去接了，所以我又有事情了，我又没事情了。他说这个号码是空号，22815，对吗？22815。还是我没有手机，我的手机是假的。22815，5码哦，那22815。还有五啊，by 12345的五，张三打老虎的虎，哦，有了，你叫阿妞哦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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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阿妞是你好。因为我们传简讯都会直接说自己是谁，所以你要小心，大家哦会改叫你阿妞哦，要小心哦。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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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我重新传一封给你。这才是我真正的名字哟。好，收到了。那你可以这边看看可不可以点。有吧？这边有圈圈吧？哟。好，如果因为我找不到怎么把车停进去啦，所以你就在你的眼睛上面打个斜线 DV，车子就可以丢掉了。啊，这个车都不用钱啊，可是就是很慢很难开，要小心哦。好啦，去上班吧。感伤思密达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会，有问题再去医院找我，我该会在里面啦，最近都出去看动物了。是，您真的是人帅，心又帅啊！不会，那我去看动物喽。谢谢，拜拜，拜祝你拜。一路顺风。好的。不是，不然没办法，我真的那辆车免费的，可是真的找不到地方停，它也不能锁，也不能还。啊，那时候我问啊，他们，我那时候去警局前面问人，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啊，只能 DV 啦。我不知道这个要再问问看靠药，我才能打 DV。开到旁边不要挡路就好，不是，是那辆车，它不会自己消掉不是吗？
我之前做裁缝就一直消不掉啊。我们回去看，刚刚有人入住院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没人呢、欸，结束了吗？可恶，我没跟到。有人啊！院长的打字声。关掉，有单在开麦。哎呦！啊，要跟他讲小心三猫的啦，糟糕！传个简讯好了。传简。电台，采花的帮三毛主，要小心。大牛出巡，各单位注意。哇，好猛哦！再去加油！我正好撞到一只油，联络人要撞到兔，我会杀了你。
安安。